你要不要体会一下？小乔 vlog。Hey, I'm Ruoqiao from WICC. Welcome to my channel, Charles Vlog. The number 6 aesthetic education space of Wuhan Art Museum was officially unveiled on December 26th last month. 我们武汉美术馆希望通过明清的绘画的梳理，告诉我们的观众，怎么样去解读我们这将近300年时间，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段时间的绘画。拿秦墨，用水墨的方式在墙上能够留下点什么东西。作为美术馆来说，跟观众提供这么一个地方，我相信这个观众的体验感会是一个立体的。要不要体会一下？把那个字儿给接起来。齐白石先生每个时期不同的画家的风格方式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演示，然后呢把它编成了一个动画。在这个空间，大家就通过那种石刻，老百姓说的刻章，也是在那个石头啊或者是牛角啊塑料啊什么这种硬质材料上去进行雕刻。所以在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观众可以在里头按照自己的想法观看之后雕刻一下体验一下。Thank you.